哎，老婆，干啥呀？我突然一下开窍想通了，什么想通了？要二胎，要二胎？嗯，你想通了？想通了，正好你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没，嗯？太阳打北面啊，不，东面出来了。我就那天躺在那个地方，确实感啊，无聊，还要上学了。这觉家闲的难受，先得好弄个生个二胎啊，弄玩玩挺好啊。晚了，你咋？想通了，咋？我还不同意了呢。哎呀，这怎么你怎么不同意？你看我这想通了，你怎么能怎不么同意？你说生二胎又生，你说不生就不生，这家你说了算啊？那当然了，户口本我第一页啊。户口本你第一，我还跟你没一个户口本呢。你说什么？那你意思你就那什么户外人员呗？对呀、啊，我管不着你呗？你管我什么？管不着我呀？你凭什么管我？我不同意生。哎呦我去！我不同意。你爱哪玩哪玩去吧啊！爱哪凉快哪凉快去吧，好不好？啊！你真是你说了算了，你说生就生，你说不生就不生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这事儿怎么我都那跟那什么妈和爸都商量好了。妈爸当时都打电话，老高兴了。一听我同意要二胎，老高兴了。你跟他们商量好，他们同意，嗯、他们同意，他们说说算了呗。你他来老两口一想弄个小外孙，小外甥女儿。哎呀，你们说了算了，我是什么 啊？我怎么我你们说了算？说完之后说声，我就立马就得同意呗。那你3-1。三比一，爱去你们去商量去吧啊！愿意找谁去生就找谁生哈、啊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你去跟他们。你这这个话说，你这看你什么你他妈自己的爸妈了，还我越找谁生找谁生，知道他俩不能同意，他俩我告诉你就那真同意你怎么弄？哎，随你便，就是不生呗。就是不生。我告诉你，我跟爸妈可说好事，商量好的事儿啊。说好了，他俩说了算啊。是我说了算还是他俩说了算？他俩说了算啊。他俩说了算啊。他俩算干什么的？他俩说了算啊。生不生不取决于我吗？还他俩说了算？你怎么想的？真牛、啊！你真牛！我怎么真牛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听见你姑娘怎么说了啊？这个不该我是我想通了叫生，他又不生了。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